手签字，裁判拿出了对阵的表念叨：下一场089号选手白谦对1001号选手李大兴。我急忙把证件递上去，对方选手也是个大个，裁判检查过身份证和选手证，示意双方对阵队员上场。李逵边迈腿进场边回头冲我嘿嘿一笑：抗俺的。